没开过我的店，你有当然有啦，还大飞呢。好久不见，恭喜导演以一边星星一边海浪入围最佳。搞错了，再来。想问一下导演，谢谢叶轩，这个剧名听起来很浪漫，但是里面内容是很现实又很无奈，想问一下当初创作这个想法是什么？好的，谢谢导演，谢谢里面请。欢迎欢迎黄秋生大哥你好，也说大飞哥你好，拍过这么多的题材啊，没开过我的店，你有当然有啦，还大飞呢，有没有再旧一点的人肉叉烧包？人肉叉烧包，这个太可怕了。林乐，你第一次拍戏就入围金马奖，有咩感受啊？黄秋生叔叔是一个好厉害的演员，但是他看戏要少少饿，你会唔会惊佢啊？我都冇饿过。哦，真的吗？欢迎以《黑的教育》入围最佳新导演的柯震东，入围最佳男配角的朱轩阳，还有剧中的演员蔡凡熙、宋博伟，同时也是今天晚上的现讲人黄信尧和剧组团队。柯震东演而优则导，你成为金马史上第一个拿过新演员然后又入围新导演的人。那导演，麻烦你现在帮我任选一个演员给他指令，因为我们现在进广告，你可以帮我安排一下吗？一个吗？对，一个一个。然后如果你今天是导演，你要怎么安排指令？一个我很尴尬。可以啊，来，好吧，三个都一人一句。好，没关系，你自己决定，你是导演。直接进广告是吧？哇塞哇塞，真的有这一回事哎！哇，今天红毯赚到了。不能这样子啊！好，就照刚刚那样，好，一二三，来来来，休息一下，让我们一起进广告喽。好，谢谢，进广告。